欢迎收看2020年2月2号哦，今天吉祥数字哦，2222，超级霹雳会，我是 AD 小迪。那今天呢，应该算是大家百感交集的一天，因为是我们整个年假放完，然后又隔了一个礼拜四、礼拜五，又来到了六日，也就是今天呢。这个结束之后，明天就要好好的上班了。那我觉得呢，如果一整年当中啊，有工作可以忙碌，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可是，在忙碌之余呢，也要到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花园啊，或者是公园呢，来走一走。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大东湿地公园。身为凤山人呢，第一次来哦，所以呢，今天有那一种第一次到一个贵宝地的感觉，所以我们赶快来瞧一瞧今天精彩的超级霹雳会。霹雳新闻快报带你掌握最新的霹雳讯息。首先一开始呢，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幻金琼英路透卡。那路透卡呢，其实是用高材质的这个路透卡呢，金透材质。那我们的英雄啊，就会更凸显出它的那一种质感跟立体程度。那因为是透明卡、哦，所以大家可能以为它就是小小的一张，没有哦，它差不多是一半。这样一半一张的大小，那总共呢有这个15名霹雳英雄，同时呢还有2个隐藏版的角色，包含当中有天扇子啊、江门金啊，还有秦虎啊、天机、君凤天、人爵、地名、剑子献机等等的非常多经典的角色呢，都在我们的这个路透卡，所以想要收藏的朋友呢，动作要快，赶快上霹雳网查询一下了。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霹雳文字刺绣腰带。那其实它腰带就是我们所说的皮带，但是呢它是用不同的材质，那在它每一个呢这一个头尾的地方会绣刺绣的方式呢绣上文字。那包含像我们推出了4款，有秦虎的献丑了，还有我们天扇子的表里如一无知风格，还有晋涛君的乾坤无量伏羲八卦，再来就是我们哈行令的千里浩峰正气为存。那它的珍贵之处呢，除了是限量之外，我们也开放了这个抢先收藏，所以想要拥有的朋友赶快上网去查一下咯。好，紧接着呢就是我们的乾坤百宝袋，这个名字如雷贯耳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的 Kilo 林，非常非常厉害的宝物袋就对了。你在看以前的那一种艺术的时候啊，你就会随时随地的看它又掏出了什么，又掏出了什么。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一点，它其实就是很适合来做成周边的这个精品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千呼万唤始出来。那我们的乾坤百宝袋里面呢，到底装了什么呢？我们这一次呢，特别运用我们的武功招式呢，然后创造了一些全新的口味。好，我们有2款的口味，叫做龟料破魂剂，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咸蛋黄饼。然后还有一个口味呢，就是我们的婆塞饮，也就是我们三星葱饼，素食都可以食用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亭花影人物立牌。那讲到是人物立牌啊，我们可能以为是等比高的人形立牌，对不对？但不是，它是迷你版的啊，小小一只啊。对，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形立牌呢，最近在我们的周边精品当中，颇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会太占你的空间，可是呢，又可以把你心爱的偶像呢，就随时放在你的书桌旁啊、你的房间啊、你的客厅也好，或者是办公室也好，所以算是非常非常方便收藏的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特别推出了呢，我们的君凤天、玉逍遥、奇梦人、人爵、哈行令、吴蒙星，还有我们的素还真以及侠仙若是、搜饶溜秀、佛剑分说。所以想拥有这些你心爱的偶像的这个人物立牌呢，请赶快上我们霹雳网查询一下了。好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，就是我们的霹雳盖世豪杰可动公仔2，这次推出的就是我们的麒麟星的特辑。那可动公仔呢，可想而知，你光想象就知道了，它的关节啊、头啊、脚啊、身形啊，都可以随意变换，那可以让这个麒麟星的这个独特造型呢，拥有千变万化的帅帅英姿。那到底有多帅呢？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特辑。盖世豪杰第二弹，由魔吞12宫之领导人物天海麒麟星承接序幕，搭配兵器麒麟双剑及麒麟弓易普面具，以神兽风采迈出更广大的场域。此次可动公仔可手持专属兵器麒麟双剑，化剑不出崭新世代，
整体造型在中式古装的基础上做了利落的版型调整，使其融入现代感风格。肩上的魁梧麒麟雕饰霸气中带点灵动感，以及胸甲上设计麒麟图腾，昭示着所属宫位。以布料所制作的披风，底部边缘包车金属线，可随意调整披风幅度。颈领处的全毛边条更添角色魅力。公仔采用全拟真直发，让后梳的发型更显得生动自然。看完精彩的公仔介绍后，赶紧来瞧瞧在剧中帅气逼人的麒麟星精彩武戏。此路不通，勇退。阿弥陀佛，进去。人高要素不容小母侵犯，即必主动引起自摧病毒。叮叮叮叮，我吞不动下一堆山高众人，指挥降下不再呼风，胜败由非可数。神火力之运，中经深厚，一时数风精算。好，好，江风动气，心思不明，技能箱易流用，易攻击，只有输小将天骄。好，好，好，难得秀别气相合，连招又雄浑流水。技能星心有过激，不便周期有算，一时提醒。爱千回药，一时流昏。不力动人，若破开世天，技能星不容一面，温波扬流，将江东出，江红破江。将濮阳一比一教，李永兴红剑之皇，金石追梦边庭威。任人东修之势，闽秋风一分完工，一勇一卓。透过江船破阵，寒风切记，一时急杀难猫，无法与之一战。快点扭，将出就汗，叮当难行，顺干塑胶，今朝行速单枪。雄风激将，敌人星完颜正气，就交兵文，又必得手关公一用，兵戎四魂。忠诚一心，不离人机，离神心海定，干功一怀，交完应文终身，出剑。对，难要对凶。九宫计划，你专要低效，
不会的，收回你的猜想吧。一回再见，不懂想要怎么动作做个。帅气的麒麟星在剧中展现出自信华丽的武功招式，化身为可动公仔更显得其帅气，让人爱不释手。下一次的盖世豪杰可动公仔将介绍哪一位经典角色呢？敬请观众朋友们一同期待咯。超级霹雳会，我们下次见。